你躲什么？难道本主席不知道你在骗我吗？打打打，差点回不来了。传我的命令：第一，所有的部队撤到黄河以南，沿黄河一线布防；第二，所有的军政人员马上撤出济南；第三。 把以往所缴的鸦片全摊派给各商号。第四，动员城中所有的百姓，马上撤出济南。主席，摊派鸦片不合适吧？主席在山东年年禁烟，现在却要卖烟，这是筹集军费，换成钱好抗日。快点，这边！快点，这边给我！ 去这边，好，你们俩站好，七个人都上前面。哎，派给钱，快点！我说老总，我们家可没人抽大烟，我买大烟干什么？再说了，韩主席现在禁烟，抽烟是要杀头的。少啰嗦，这是爱国烟。赶紧拿，拿，好好好。主席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难道要跑啊？ 孟姐，快跟本主席！哎，主席，日本人马上就打下来了，咱不能跑。换个地方再抗日嘛，走！哎，主席，咱们要跑了，这济南城怎么办？济南的百姓怎么办呢？你少跟我这儿啰嗦，让开！主席，来愣着干什么？哎，主席，主席，跑了就是卖国贼呀！ 主席，怎么？你想对本主席开枪吗？知道，我该死。但是今天，谁不抗日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主席，你别逼我。 求本主席开枪啊！主席，今天你要是不抗日，红喜就死在你的面前。红喜啊，红喜，本主席就喜欢你这个倔劲。本主席怎么不抗日？日本人找了本主席几回，都被本主席严词拒绝。 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打仗不能来硬了。本主席啊，已经有了抗敌之策。我打不过日本人，我再治不了你个王洪喜，我这个主席就不当了。主席，怎么发落？算了。 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来了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，收了他的枪，他愿意去哪去哪。主席，不能走啊，走了就死路一条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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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报告，任务完成了吗？能炸的矿山全炸了。好，我走。主席。 日本人就要攻打济南了，您上哪儿啊？咱们不能跟日本人硬着来，我已经布置好了，走。说起来啊，你们这儿有个宽的，看，总比师傅家宽敞，委屈师娘了。哎，兵荒马乱的，大家凑到一块儿过，也算彼此是个关照吧，啊。 回来了，跑了。他跑了，他丢下济南的百姓，他跑了。你说谁呀？韩复榘吗？什么王八蛋主席呀？他就是一个胆小鬼，堂堂的一省主席，他连一枪一弹都没发，他就跑了。他真的跑了。哥，进屋喝点水吧。啊，走。
跑就跑了吧，本来也不能指望他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他早晚是要跑的。他怎么放你回来了？他缴了我的枪，把我放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回家吧。这回他要来了，家里也没个精壮男人，不能留在家里。日本人马上就打进来了，我是个当兵的，我怎么能在家里当乌龟呢？我得走。你上哪儿啊？哪能抗日我上哪儿？我听说冯玉祥和范仲淹的部队还在抗日，我找他们的队伍去，能找着哪个算哪个。洪喜，你一个人怎么走啊？那万一路上碰上鬼子可怎么办呢？碰上了我就跟他们拼了，我打死一个是一个，我打死两个我还赚一个。洪喜，现在国家危难，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怎么能轻易的死呢？还是等时局安定些再走啊。不行，我这胸膛里啊像有一股火在烧一样，我就算是在家待着我也得憋死。就让他走吧，我哥这脾气咱也不是不知道。哥，路上多加小心，要是真碰上日本人先躲着点，等遇到范将军或冯将军的队伍再跟他们一块杀敌。啊，季平，我走了以后家里就只剩你一个人了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我说你们最好趁日本人还没来之前赶快走吧。我不走，师父和师娘他们都搬过来了，我们一块儿过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啊，易先生，师娘，那季平就托付给你们了。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小心。哥，哥，上战场一定要多加小心，活着回来家里还等着你呢。嗯，一个军人血洗屠城才是取得一个城市的光荣之路，可是很遗憾，韩复榘不把这种光荣给我们。太君呐，欢迎欢迎啊！太君，这位就是济南的维持会会长卢白庚先生。是是是，太君呐，我们济南老百姓欢迎你们，那真是翘首以待呀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是啊，我是主张大东亚共荣的中国人。既然是中国人，为什么翘首以待我们日本人来呢？这不要怕，卢先生，卢先生不过是识时务的中国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是啊，惠之惠，让家家户户都挂上了。那咱挂吗？不挂能行吗？什么叫亡国奴？乔峰、季平，咱们都成了亡国奴了。叔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老李啊，回到家没有啊？弟妹和孩子怎么样啊？
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来，快进屋说话。王丽叔，王丽叔，你怎么了？看你没精打采的，怎么了你啊？坐。来，坐下。 李叔，喝点水，啊，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回到家没有？那弟妹和孩子呢？没了，都没了。 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？怎么死的？日本人进攻，奸女人就抓了，俺闺女，叫他，算了吧，别说。 老子是本手里，还有好吗？才14岁的闺女啊，就这样当着他娘，他哥的面儿糟蹋了。俺媳妇儿，俺儿子想救俺闺女，让他们一枪一个。 都给打死了！一下子，俺老婆孩子就这么死了，就……天哪，这不是一帮畜生吗？ 老李啊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只能想他们是受罪受到头，解脱了，你就别再多想了，啊！老李叔，别哭了，记着这笔账。 早晚是要和他们算的。有人吗？屋里有人没有？您找谁呀？我是卫生会的。皇军已经进城了，一路上打仗辛苦。卢白庚会长让我通知各位，明天组织各位艺人慰劳皇军，不参加者以反日罪论处。日本人是你亲爹呀！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啊，知道了，你赶快去找别人吧。哼，念你是个妇道人家，不然把你交给日本人。哼，你也真是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这么硬顶能行吗？师傅，这怎么办呀？说不定李老板那边也接到通知了。明天的生病。 生病谁管不着吧？谁爱去谁去。我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是慰劳日本人吗？我去。老李，你去哪儿？我回家呀。明天上朝，我得准备。老李啊，你不是想干什么吗？我一个说书人。 这辈子就没人瞧得起，这个时候了，我能干什么？老李叔，别人瞧不起咱，咱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呀。婶子和孩子死得那么惨，你去慰劳日本人，那不是让人骂吗？我这一辈子啊，
活的是没脸没皮的，早就让人骂够了。我不怕骂。走了。什么人呢？这闺女都让日本人糟蹋了，还慰劳人家去？不对，这个老李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别闹出什么事儿来呀。放心吧，这号男人呢，你给他个胆他都不敢。他要真闹事儿的话，回家看见媳妇孩子都那样了，不早闹了。刘老板，刘老板，咋办呀？一枝花宁死明天也不唱了，说您要是再逼他，今天晚上就跳井去。哎呀，这个一枝花真是不识时务呀！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啊？这日本人看样子在这儿不会待个一天两天的，你不唱戏，靠什么活呀？咋办呀？要是逼出人命来咋办呀？哦，对了。李宝儿这孩子，我肯定会上台了。明天啊，让他去，行吗？嗨，咋不行啊？一个孩子，他知道什么是中国人啊、日本人的，他不是一直想登台跟王继平打擂吗？这正是个好机会，说不定借着日本人，他能一炮走红。快，把他叫来。哎，李老板，日本人进城烧杀掳掠、强奸妇女，你不是没看到。季平一个女孩家，出去给日本人唱戏，万一遭遇什么不测，你不会被别人骂成汉奸吗？明天的演出你就别让季平去了。殷师傅，您这说的都对，我也不想让他去啊，可他是我班里的头牌啊，他不去，人家能乐意了？李老板，你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明天也不会去唱的。我今天就喝哑药，我再也不唱了。你这孩子，等日本人走了，你还不唱了？李老板，你就说他病了，嗓子哑了，不能唱了。难道日本人还知道有个王继平吗？只要你有心遮掩，总能挡过去的。好吧。季平啊，等这阵乱过去，天下太平了，你还回来唱，啊？这日本人来了，咱这日子就不过了，您说呢，殷师傅？啊，啊，我回了啊，那回了。好，不送了。哎，李老板，哎，我早就下了决心了，我只给中国人唱戏，绝不伺候日本人，我不唱了。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呀，你说这日子过的，这狗日子，日本人他不在日本国过，他王八蛋，他跑到这儿来搅和什么？你说这，解牙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季平，干什么去？我去关门。我去。这阵子不太平，你和你师娘都不要出去，有事我来应付。都仔细点啊！明天这活可是不好伺候，出了差池，大家的命可就都没了。命啊！哥，啊，明天这戏我不唱了啊！哎，怎么显出你来了？这我还就指着你哄日本人高兴呢。我怎么那么贱呢？我又不是日本人。哎，宝霞，咱这不是迫不得已吗？这刀架在脖子上都不容易，你别跟我这儿添乱啊！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添乱了，我就不吃这碗细饭了，这总行了吧？你放屁！哪儿选出你来了？人家季平是头牌，人家是角儿，人家不唱了，日本人走了之后还有人捧他，你呢？一个丑，你不唱还指望着当忠烈出名啊？啊！哎，丑怎么了？丑肉里也有骨头。我走了。你去哪儿？我一个人日子好混。你回来。你甭管我了。你回来。你回来，刘老板，李宝儿来了。嗯嗯。
哎呀，宝儿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宝儿，这些日子学的不赖呀。想登台吗？哎呀，挨了多少打，就是因为你不说话呀。想吗？好，明天你就登台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明天来看戏的大部分是日本人，不管他们喊什么叫什么，你都不要理，只管唱你的戏。好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好好唱戏，争取一炮大红。他呢？谁？那个女人。啊，王继平啊，说不定他也去。您放心，明天我好好唱，一定把他比下去。有这个志气就好。去吧。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快出来！哎哎，啊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不是说好了去慰劳皇军的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去啊？不是不去，实在是因为受了惊吓，身子不好。那也不行，待会儿要是看不见你和你老婆，可别怪我说你们是反日啊！快去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看起来是不去不行了。去就去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他还能把咱怎么地？太君，听说今天这个角儿啊，叫李宝儿，哎，是庆生班苦心培养的后起之秀，平时啊藏在深柜里边，谁也不知道。听说太君来了，这他是第一次出来。诸位太君辛苦了，为了表达对太君的爱戴之心，今天我们济南的艺人特意举办了这次劳军义演。下面我代表济南的艺人对太君的到来表示欢迎。太君，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那个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一会儿才轮着你，你一说书的太君听不懂。光请你慰劳太君不行，俺慰劳。不是那个。你再说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不让俺慰劳太君。你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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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君好，在我们山东啊，有一个英雄好汉叫武松武二郎，这武二郎身子高大1.08米。那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鼻正口方，眼睛放光，两个耳朵没处搁，哎，一边一个正好放在脑袋上的。这武二郎啊，别的本事咱先不说，这个酒量特别大。那位太君说了，酒量有多大呢？哎呀，多大呀？看这酒瓶子了吗？3瓶5瓶的沾沾嘴。10瓶8瓶的漱漱口，这个酒瓶和酒瓶啊，它也不一样。你看这是一种哈，太君你拿着，哟西，还有这样的，太君你拿着，嗦，还有这样酒瓶子，和手榴弹似的，坏了，小莫，真手榴弹，我在老家捡的，不信我给你们看看。啊！你个狗子孩子！
报告。宝儿，快快下去，走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和你没关系，外边出大事了。他呢？哎呀，他呀，什么时候你还管他呀？快拉大幕，拉大幕。这事儿啊，谁敢跟日本人提？日本人正愁着找不着幕后指使了。可是，老李叔的家人都没了，身后总不能连个收尸的都没有吧？难道就让他的尸首在那晒着？马先生，这个时候别人不好出面，正是我们数字工会出面的时候。老李身后无人，只能我们帮助料理。日本人也有家有眷，难道人死了还不许收尸吗？我是怕这事儿沾上抗日的嫌疑，到了日本人那回不来。这样吧，我代表数字工会去。师傅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回得来的。好，那好，那你们去要尸首，如果能要回来，我就主持数字工会把它办好。好。山东这个地方，我在日本就心仪已久了。圣人之邦啊，没想到这么一座古城，就这么轻易地落在了我们日本人之手。昨天那个艺人，是唯一的反抗者吧？小野司令，山东自古乃圣人教化之地。孔子有句话叫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吗？在你的眼里，我们日本人是远道来的朋友？那当然，那当然了。圣人教化出你这样的子民，是圣人的荣幸还是悲哀呢？报告。嗯嗯，好啊，我正愁抓不到抗日分子呢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告诉他们，把他抓起来，我马上下去。是。什么事？小野司令，济南数字工会派个人来，说要为昨天说书的那个人收尸。我想他们都是抗日分子，我让他们把他抓起来了。慢着，慢着。你是说，他们不是那个人的亲属啊？是什么工会的？书词工会，就是一些说书的、唱曲的。反正都是一些下九流。军人跑了，下九流却在反抗，就是。别难为他们，把尸首给他们吧。太君，他们可都是抗日分子啊。可是，他们比你有骨头。这。师傅，回来了，都办完了。完了，把灵柩交给了他老家来的人。老李在外漂泊了一辈子，落叶归根，怎么着也得让他跟老婆孩子待在一起。季平，
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可别着急。什么事儿？庆生搬出来给鬼子唱戏，你猜谁上的台？谁呀？师傅，不会是宝儿吧？这孩子可真不懂事。啊，真是宝儿！天哪，这孩子怎么就选这个时候出来呢？那是他选的呀，他一个孩子懂什么呀？他一心只想唱出来和你斗气，是庆生班的老板没安好心。我得去找他去。你不能去，外边正乱着呢。乱我也得去呀，他们真把宝儿当成没爹没娘的孩子了。你不能去，鬼司满街作恶，年轻妇女哪个还敢出门？再说了，你去他也不见呢。这样吧，要不哪天我替你跑一趟，也许他肯见我。那就拜托师傅了，师傅你跟他说我不唱了，我知道他比我有出息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唱，就是别选这个时候唱。师傅，你一定要劝动他呀。好好。啊，殷先生，哎，是这孩子吧？对。那你们聊着吧。宝儿啊，还认识我不？你姐让我来看你。呸！谁叫她看？你这孩子，到现在还记恨你姐呀？她是杀我娘的仇人。宝儿啊，你娘的事儿，等你长大了，慢慢就会懂的。我今天来不是为这事儿。有别的事儿？宝儿，日本人刚进城，见到年轻女孩子就抓。你怎么偏偏选这个时候出科呀？庆生班里那么多年轻女人，怎么就派你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出来唱啊？那是我师父捧我呢。你年龄小，你不懂，是他们不敢唱才派你出来。我知道你时刻都想战胜你姐，我来的时候你姐让我给你捎个话，她不唱了。她不唱了？是，她不唱了。日本人一来，他就决定不唱了。你姐说，他知道你比他强，你不必和他斗，你唱戏的时候还远着呢，不必急着出来。他要你再学个一年半载，等时机稳一稳再出来唱。那你就替我转告他，他不是我姐，我的事儿也不用他管。他唱不唱是他的事儿，我唱不唱是我的事儿。他要有种就出来和我对着唱，要没种就躲在家里过他的安稳日子，回去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。宝儿啊，一件事儿你怎么会记这么久啊？这几年你虽然不理他，可他三天两头来看你，他的心你不懂吗？我咋不懂？无非是逼死了我娘，良心不安，想求个内心安稳算了。你告诉他没门儿。你究竟要他怎样做你才不和他斗气呢？要他和我娘一样吞烟土死在戏台上。宝儿啊，你小小年纪怀着一肚子仇恨活着，你不累吗？那也就管不着了，我回去了。这孩子真是不懂事儿。师父，别怪他，咱以后还得多关心他，我怕这孩子以后会出事儿呢。哎，这孩子要是知道你的一片苦心就好了。我们是范竹山将军的山头部队。太好了，我就是来投奔范将军的。好吧，
你过来跟我们走吧。好嘞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从哪里来的？报告范将军，我叫王洪喜，我以前是韩福举的部下，韩福举丢下百姓不顾，连一城都没放，就把济南白白的让给日本人。我王洪喜就是死了也不能再跟着他了。范将军，我知道你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，我求求你把我留下吧，让我在你的部下当个兵，行吗？哦，你是刚从济南跑出来的？济南的情况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韩福举带着所有人都跑了，临走的时候在济南城又抢劫又放火的，还有那个卢白庚更是公然的投降了日本人，还带着好几个汉奸在城门口迎接日本人进城。现在济南已经是日本人的了，这个韩福举必然不得好死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洪喜。将军，我没别的要求，我只求我跟着你一起杀回济南去。说得好，韩复榘也命令我撤退，被我公开拒绝了，并且我已经通电全国。王洪喜啊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干吧，总有一天咱们会打回济南去。是，范将军。韩主席万万不可去开封开这个会，蒋委员长现在对你是恨之入骨，你若去了，这要是万一回不来怎么办？谁知道这是不是老蒋的遗迹呢？啊！可是这次会议是北方军事会议，如果韩主席不去，这老蒋会不会说韩主席公然违抗中央的命令，拒不抗日呢？报告，郭参议到了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，散会。你们也撤吧，请他进来。是，郭参议，请。哎呦，韩主席啊，在这儿呢。这一路上，那毛驴子差点把我给颠散架了。委屈你了，半仙儿。我有一事儿，你得给我算算。啥事儿啊？我突然接到老蒋的电话，他让我去开封参加北方军事会议，你说我该不该去？去了是凶还是吉？这让我怎么算啊？这几天你有什么兆头没有啊？要说兆头嘛，倒有一个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啥梦啊？梦见什么了？梦见我骑着一匹白马向西飞快地奔驰，醒来后就接到了老蒋的电话。哎呀，韩主席啊，这我可得给您道喜了。半仙儿，你别像上回一样骗我，有什么喜说出来我听听。您想啊，开封在哪儿啊？巨野的西边啊。您骑着白马跑去，这说明您应该去呀、啊。西边有洪福七天在等着您呢。您这次去开封，一定是大富大利呀、啊。您骑的是快马，说明应该赶快去呀、啊，快马加鞭呐、啊。说的有道理。我去，赶快去，晚了福就没了。半仙儿啊，你这回要算得不准，等我回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不如这样，主席您带着我一块儿去，算准了您可以当面赏赐我，算得不准也可以当场毙了我。那倒不毙了，一个瞎子能跑到哪儿？我去。上！上！
1938年1月11日，韩复榘被蒋介石诱捕于开封。1月24日，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杀于汉口。是水，你就是一滴泪。